市员家长家己争取损失，准时要求着市长要提向中央来提案，发放着5000块的消费券。尽管讲市长伫即损失准来当场签署着承诺，表明讲会向立法院民进党团体提案。但过一天，市长表示讲，伊毋是立委，嘛无加入着立法院民进党团运作，所以讲只会当来建议尔。民进立法院民进党团来建议了，哦，他也说不上提案，为什么呢？因为我不是立法委员，我在党团里面也没有提案权。但是我们会跟党团建议，发钱没有人不爱的了，但是主政者就会衡量国家的财政状况来做出最好的一个决定。伊讲疫情三级警戒关系，各行各业人受影响，对着有人提案要发放着5000块的消费券，普遍的店家里面讲对经济消费有帮助。好啦，好唔好？啊，加减啊，高分啊，系啊。听赞成，因为咱即马关的疫苗，会已经升2-3摆起来，遐钱摕来开拄好，而且即马一方面，生意无更水，马上好，所以来发会当刺激消费，这是正确。对着地方争取着发放着5000块消费券，行政院的发言人罗秉成就讲，推出着进行的时机要看着疫苗的状况，加这疫苗注射的这覆盖率，卡来做着决定。现阶段以着防疫纾困为优先，要来讲着进行个上过早。南天新闻综合报道。